看到由这个韩版花泽类金贤重领军的 SS501， 那么昨天晚上他们举办了台湾歌迷的见面会。虽然说是第一次来到台湾，不过在韩版流星花园的加持之下，他们早就是声名大噪了。这次的见面会有3000张的票全部都卖光光。花泽类金贤重领军 SS501 来台跟歌迷见面。五个大男生舞台魅力十足，现场演唱韩版《流星花园》配乐，让歌迷一饱耳福。粉丝见面可不能只是唱歌跳舞，中文现学现卖，即使不太标准，加上迷人笑容，照样风靡全场。有在请我们要？我在请客。如果说这个水瓶是女朋友的话呢？下一句，下一句，下一句。比生命更爱你。举手投足总是引得全场尖叫声连连。虽然 SS501 从没到过台湾，不过从现场坐满的歌迷就可以看出他们人气有多旺。中天新闻陈佑斌、吴婷台北报道。